然后呢，他是这么拍的，他说 ，Darling， 你快来这里。比方说，就是我们可以不做那个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 idea 蛮好的，他说可以停 ，Darling，Darling， 哎，这个动作也可以啊，就是我们可以进副歌前面，就是先唱着唱，然后进副歌突然停住，然后噔接起电话，咔，然后只要人声 ，Darling。嘣！你快来救救我！怎么样？他说完这个，我就想着说音乐可以停一停。那他的想法是有一个 rain， 你快来救救我。对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停止的那个瞬间演一些东西。我们可以有台词，就喂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然后你就说，我打个比方了，我万宁，我在这儿，在你心里，在地里，我在这儿。我在这里。够油吗？好笑。这一次跟他搭档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开心。好油啊，但是很喜欢。真的很开心，不管多累就很开心。你想做完吗？我提了五亿跟子宁做，无所谓，我们可以做十。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焦虑和疲惫当做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梗或者干嘛。我觉得我们俩就是正能量比较多的人，就碰在一起就爆炸了呗。好喜欢啊！没有想到，居然约了个音乐剧。